代表民军来台湾，哦，受降，把日本军的武器收起来，哦，啊来代替民军来占领台湾。但是1949年年底，国共内战，国民党输，哦，中华民国大败退，所以伊是进行这个是合法入来哦，迄阵的部队入来这合法。但是这个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这非法的哦。所以1949年的民国38年大撤退，那是非法入侵台湾哦，因为因拢抓不起来。一般的难民，你若讲要越入边界，一定爱用缴械，你武器爱用当地，你要逃难迄个国家，伊绝对甲你武器甲你收起来，无可能我你抓武器你，好、哦，比如讲。伊拉克跟伊朗咧修建，啊，若走去边个国家，一定能甲你缴械。好，那么你来看，这2013年，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难民营，这是联合国啊 ，UN 就是联合国伊个难民总署啊，所替因起的帐篷的这个难民营，啊这。联合国算有人有资金，吼、哦，有团体咧指引的起这款的难民营。但是你甲看台湾哦，中华民国遐难民，吼、哦，所大个这个难民营，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伫中央甲这台北的大安区，吼、哦，这大安森，这个建国南北高架，这边是大安森林公园，今嘛边啊起这遮水的大楼。这进前拢给出啊，乌鸦厝，敢那像日本时代迄款乌鸦厝无？敢那一楼个尔，住差不多30-40年，讲旧啊、歹啊，咱阁起第二间要大，起第二间起遮水，吼、哦，所以因个难民营遮水。好，啊，这伫高雄个左营国贸社区，这后壁是国贸社区，啊，这个敢那叫前锋个款，吼、哦，另外有万平的。绿地咧，吼，囡仔耍棒风吹用，这难民营。啊，咱台湾人诶，咱诶是大人，阮爸爸妈妈，阮要大诶厝，阮爱家己起。因拢好，即拢家己拢是老兵吼，因咧大，中国人民咧大。因讲因拢足辛苦，拢徛卫兵。诶，啊，咱台湾诶是大人，做田敢袂艰苦？咱做诶田诶所收诶地米，爱拍甲打打交互农会，啊卡下米交互因遮咧食。恁敢捌食中国人布条啊种出来米？你捌食过无？毋捌嘛。拢嘛咱台湾人家己种，搁爱交互伊。啊，你若照讲若平平平顶诶国民，你若政府要起厝互因住，嘛爱起互咱诶士大人住。因为因咧徛下边，啊，咱是大人咧布丢啊咧，互交互因食，啊，无咱丢啊卖交互因食，看伊三工卖食饭，看伊徛下边徛会条袂，一定软卡，连穿都夹袂起来，对不？过来，雷公拢讲什么人？有人讲雷公讲歹人，唔是，雷公伫台湾，雷公拢讲台湾人。因为咱个是大人，烫炉嘛爱去巡残水，吼、哦，布条啊，拢爱巡残水。啊，所以雷公若讲了，拢讲了台湾人，无可能讲了因中国人。遐中国难民拢住伫这难民营内底，雷公讲伊讲袂着，因着烫炉咧，但雷公因伫内底咧拍麻雀，啊咧包水饺，他讲会着，吼、哦，好。过来，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0日就去告美国，啊，迄阵个美国个华府个联邦法院有判定，吼，啊，这副书记然后上过，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个政府，即马这个政府毋是咱个政府哈，啊，是干到20几个小国家甲承认个，吼，来本土台湾人还佫活伫政治联姻当中，吼，台湾甲即马还佫是美国君主占领中。啊！你讲我拢无看到美军，无紧，等下我会特别去讲这部分。哈、哦，好，美国的行政单位，哦，就是白宫也是
国务院在等应该主动协助原告，啊，这是美国联邦法院所判定的，啊，好。好，过来，咱来看讲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还是法律宣言，伊个位阶来甲做一个比较。好来，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的下关所签的嘞下关条约，哦，对马关条，这日本天皇合法经过合法的程序，摕到台湾甲平和，哈。第二个，日本战败了，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哈，哦。这个下关条约是两个国家，一个叫做大清帝国，一个大日本帝国，两个皇帝所签的。那么旧金山和平条是51个国家签，有48个国家有相当的国会有通过，啊，所以这个旧金山合约是咱台湾上重要的一个条约，哈，啊，咱对咱台湾的前途，啊，甲主权地位上重要的，哈，啊。过来台北合约，台北合约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去跟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这个国民党政府在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但是伊是以旧金山合约做伊的母约，但是可惜这个台北合约嘛叫做日华合约啦哈，在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去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而失效，所以这个台北合约也无效呀。所以马英九不是提台北合约出来咧讲，根据台北合约，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已经移交给中华民国，无这件代志。你要甲看台北合约，无这条条文啦。所以到即马，马英九因不只用什么波特兰宣言的宣言来开罗宣言。那这个台北合约讲，台湾的主权已经经过这些合法程序移转给中华民国，内底拢无这条文，叫人提出来，条文写里底提出来，好能看。70年啊，无都提出来，好。好，过来就是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定的《美国台湾关系法》，全世界都啊，敢那有。跟台湾有一个台湾关系法，都在美国，无英国台湾关系法，嘛无日本台湾关系法，嘛无中国台湾关系法，无。好，啊，真侪人拢认为讲这个足重要，其实上重要是这个。好，台湾关系法是去保护着台湾人，嘛去保护当时去保护着流亡的中国人。所以咱。比如你有讲，那当民进党执政，将来要要求美国冻结台湾关系法，哈，哦，好，过来1943年的10月25日，那个开罗宣言，这根本是一个谎言呐，那根本是一个新闻公报呢，一个政治意向的表达呢。那阵有要讲白台湾甲平和要交，建立要交中华民国，丘吉尔，那阵你开会有丘吉尔嘛，哦啊。加这个罗斯福，啊，蒋介石，啊，这根本是一种罗斯福一个策略啦。因为罗斯福派一挂情报人员伫台湾，伫中国，有发现讲蒋介石派伊个密使、特使，要去跟日本皇军的总司令要去和谈，要讲好啦，啊，就互你占几个沿海大半江山，拢互你日本占去啊，啊，卖阁占啊啦。啊，村内都我蒋介石安尼对，啊，罗斯福，啊，你若无要继续抗日，啊，日本军啊为百万的伫中国的皇军调50万出来守菲律宾，还是守台湾，安尼我美军要反攻就困难啊，爱死作的美军，所以想一个计谋讲，啊，都中国人爱钱爱民主，我都甲招伊讲来蒋介石。您阿公吼来开罗开会，我甲你称呼你话呐，4大、5大强国的领袖之一。哦，对，就该这听了爽咯。我那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呢，啊，我是伊的首领呢。
啊，我給你錢，給你美金嘛，哈，給你美元，你給你武器，給你物資，你繼續替我抗日安尼。所以蒋介石唔敢做，啊，佮讲建老要甲台湾平后要予中华民国。所以蒋介石人阿莫欢喜，佮就去开路开会。结果斯大林听到，起膜拜本来是斯大林，苏联的斯大林嘛要去遐开会，听到讲蒋介石袂去呢，伊准袂瘾参加。所以迄个敢那三巨头呢，吼、哦，英国的丘吉尔、罗斯福，啊甲蒋介石，啊，迄阵即个啥，法国伊个呢，中美英法苏这五大强国，啊，法国无参加人啊，因法国去要占，希特勒占呢，流亡去伦敦，啊，所以法国无派代表出来参加，啊，所以欠两个嘛，斯大林无参加，啊、法国无参加，剩这三个，啊，丘吉尔佫无欢喜。丘吉尔讲：“你先那要甲台湾配合，要将来要献我中华民国，所以袂瘾签字，所以开头先人尾也拢无签字啊。所以有只看，这五个相关的这两个，这是高级条的。过来，这个石头无好呀啊！这个美国的国内法呢，美国人咧定台湾关系法，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定好了进行实施，嘛免问台湾人，我要在遐给你实施台湾关系法，你有同意无？唔免啊！啊，这个都假嘛！啊，到底开罗宣言有效无？有效呢？那因后壁的因后壁的这个规矩，诚信为原则，讲出来的尊重啊，握手的尊重啊，哈、哦，免不一定爱写去哦。咱早期。日本时代来统治台，统治台，阮爸爸因呾台人，因讲，阮讲出着尊重啊，讲出去着爱做甲到啊。所以迄阵台湾人个信用足好，但是中国人来了，吼，逐项拢个写契约，有只契约写日本只高，佫出问题，哎，就是人无信用伊啊。迄个国家个素质太低了吼，所以咱因来了，咱台湾人迄个污染伊，做即马大家拢无啥信用，吼，讲话拢无尊重。咱来分析台湾的主权哈。那么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丧失国家交战权。这个和平宪法本来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哈，啊，讲或者明治宪法，但是战败了，麦克阿瑟啊，美军占领日本了，你被加日本的宪法改掉哦，这叫做和平宪法。日本无交战权，嘛袂使有军队哈。不得主动例行防卫台湾之义务。台湾已经迄个美军占领，啊，美国是派蒋介石来代替伊占领，好，好。过来，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同意之下，一定被动履行国防方面的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管的依据，好。所以美日安保条约，差不多以前是拢无明确讲，尾啊。模模糊糊讲讲周边有事，对吧？啊，周边有事的迄模糊空间就多宽。啊，根据了解是巴苏海峡以北拢属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内底。表示讲，无论你阿个拍钓一台，阿是来拍台湾片哦，拢伫美日安保条约所保护内底。啊，那么即马安倍发动伫因的众议院已经通过。集体安全保护法，吼，已经修改这第九条，吼，啊，已经有集体防卫权。那么，即卖上有参议院，参议院爱伫三个月来，吼，爱表决，吼，啊，这应该通过无问题了，哈，好 ，OK。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正讲是日本对台湾一个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坚固，哈。美日安保条约伊所讲的周边有事，比如台湾有事。即台湾有事哈，那么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那么日本有代志，就是美国代志。美日安保条约是联动的，爱做伙保护。什么人受到侵犯，哈，这两个国家，美国跟日本，拢爱做伙来个防卫哈。OK， 好，有以上咱简单做一个小结论哈。台湾的正港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咱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咱简称美战，啊，是当然是美国委托伊个好啊，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代理哈。好 ，OK。好，那么咱来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有啥物迹象？哦，真侪人拢会，你那咧讲美军占领台湾，我也无看到美军。来，为遮来看哦，较早有啦。1979年以前，咱要有一个美军顾问团，有无？哦，咱来看 AIT 内有所兴起的这个新馆啊，占地到尾20000坪。开新台币才62亿，啊！这全世界开上钱的，美国伫外口起大使馆，毋捌开遐侪钱。虽然毋是上大，上大伫伊拉克，吼、哦！伊拉克因为因迄个回教激进派不是用塞汽车炸弹，咱直接就弄你，甲你炸掉。啊，所以伊爱腹地作大，有外围区、中围区、内围区，啊。开的路哎，弯弯曲曲，火力无法度直线加速冲入去，哈、哦。好，那么伊内部的建材完全由美国进口。这美国较早伫墨西哥嘛，莫斯科，苏联的莫斯科，迄、那个大使馆，就是委托当地苏联人甲提起。哦，结果迄砖啊内底拢掺窃听器，美国后壁发现了，规间卡掉电器换。为美国进口建材，美国人直接入去家己起，啊，所以这个同款，我那建材美国进口，伫内底嘛是拢美国人咧起，啊，台湾的工人是干那替起外围即个附属设施和篱笆或围墙安尼，好，啊，即伊你看伊咧起的是拢家己砍波啊，唔包你看，内底咧变啥帮人，你也唔知啊，好，啊，即将来起的鸟瞰图。啊、这周期99年，搁加99年了，这样呢，加起来到要400年，好不？398年，我要求，这等于爷嘛，哈、哦，好，完工了，会进驻海军陆战队800，哈、哦、，OK， 过来，你甲看伊起开遐侪钱，这根本一个新总督府的建设嘛，占领地区。诶，首领拢叫做总督，好、哦，好，这根本是一个美国伫东亚的防卫甲通讯的电站指挥中心。伊伫来咧起，一直咧延期，吼、哦，已经延2-3年啊，怎啊？伊伫咧扩充设备，好、哦，好，过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2004年1月16日。阿扁也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那么要公投的内容，首先要让美国看过。那么是安怎？唔免让英国、法国看，就要让美国看，因为美国是台湾的占领军，啊，所以啊，美国拢反对台湾举办公投。但是阿扁也足巧，伊家己创一个防御性公投，啊，我要发展防御性武器，要来保护台湾。安尼，敢袂使？啊，美国真正找无理由甲反对，所以勉强互伊办这个公投。所以国民党就甲你抵制，甲你讲公投绑大选了吧？好，当然迄个公投无通过，因为好。那么台湾若发生有啥物灾难，美军会来救援。我咱来看2009年的8月7日，吼、哦，莫拉克风灾。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的使馆讲，无接受外国的救援，但是讲你若要送钱来，讲钱来就好啊，人免来。你看马英九偌爱钱，哦，啊，其实伊有迄个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借迄个机会要入来台湾。啊，这哪有入来吼？哇，请神容易送神难，都有可能伊能。定在台湾袂瘾走啊！吼，但是美国嘛毋是戆的呢。美国的情报单位知影了，伊的国防部随派军机、军舰运送救助的物资来到台湾要救灾。啊，你来看，这是为一个琉球的加索那的空军基地所载来一只 C-130 历史型的运输机，我这做偌济。迄内底来当底建车，吼、哦，伫台湾早期
美军阿未离开台湾，迄阵足侪即款无人机拿咧训练台湾的无人机师哈，中华民国空军要载战车变啊空投，就是拢用即款的，啊伊拢飞足低哦，啊伊迄线哦，每咱一般的单兵作战的迄线吼，差不多咱这四分之一呢，吼，一粒吧。啊，那这款呢，差不多咱这个高射遮大，爱三粒，爱做出位，线先位个后背里能开出去，啊，用线迄个阻力，甲箭车从位内底拖出去，啊，拖出去无几秒钟就坠落地啊，伊袂使互伤悬伤悬，那个重力加速度吼，到尾迄箭车会摔歹，所以拢是飞足低。我做囡仔时，我定伫迄个散训的所在，阮伫下骹咧起舞啊！哦，不只着看迄阵的美军员伫遐咧跳高空诶，哈、哦。OK， 啊，这嘛伫台南的外海，哈、哦，因为这个超级种马，这个直升机吊挂怪兽啦、鲁托机，哈、哦，准备要去这个纳马夏，哈、哦，迄、那个灾区要救灾。啊！你看这种军机呢，好啊！你也想讲，那是国防部派军机军舰出来咧救，因为美国伊若要去外国救灾，由美国救难总署啊，吼、哦！啊，那这个即个是用国防部，而且美国甲中华民国诶救灾单位讲。讲你诶救灾单位若要跟我美国诶救灾单位对付。是美国国防部，不是美国救难总署。安尼你就知影讲，讲无是军方嘛，美军嘛，美军占领台湾，这个迹象安尼就看得出来，哈、哦。好，啊，那么你也想，军机敢会当凊彩去讲去人个国家，袂使的，哈、哦。因为你也想，两年啊，头两年前，这个土耳其有一架。战斗机疑似进入这个叙利亚的领空，疑似鸟，但是叙利亚的飞弹就射去，就开始拍载落来。哈、哦，啊，你讲像头拄啊看到这种军机啊，这种战斗那里啊，有武器啊，军舰，哈、哦，啊，但是这样轻轻彩的飞入来台，在台南空军基地。啊，为啥买这样印证讲，美国要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第二十三条 A 所讲的台湾以及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啊，你看，这有一个主要，美国是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啊，次要一项是中华民国。好、哦、，OK， 好。那么2010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军机搁降落，但是这个是一个美国。行政专机了哈，这737类改。那么，伊这个无人机在这站什么人？是站这个美国的众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廷呐，哈，率领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大典。马英九说算呢，伫美国咧看，伊是台湾治理当局局长，啊，咱这是讲啊，最好听啊，讲叫做总统啊。啊，你啊想，咱啊娶新妇，哦，嫁祖囝，咱啊办到请中道的，啊，人下晡才来，卖叫伊典礼10点，下早时啊10点，啊，那人下晡才来，啊，根本就无生意嘛。啊，你这都我系细汉的，啊，你一个局长呢，安尼，哈，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撤侨入来台湾，哈、哦，而且家己自设海关。2011年3月10日，哦，日本的大地震发生福岛核灾，哈、哦，一礼拜后，美国撤侨来台湾。啊，其实上早撤侨是中国，哈、哦，中国上中国人上惊死，上大众就撤侨回去，哈、哦。啊，法国是撤回呢欧洲，啊，一部分撤去韩国。啊，那美国撤侨走来台湾。而且你看 ，AIT 伫前日刚就宣布停止所有美国签证，较早美国签证拢爱人去面试，
啊，无像讲即马电子签啊。美国 AIT 停止办公，伊派伊个工作人员来桃园机场，啊，另外北京拢加 AIT 来验证伊个美国主人，哦，到咱来台湾，啊 ，OK。那么现在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伊个美属关，哈，伊个美属关岛，啊，伊个夏威夷州，你像 AIT 进行到台湾国际桃园国际机场，家己自设海关。啊，中华民国的海关人员靠边站，啊、哦，这应该是支持海关，哈、哦。那么你也想，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啊、哦，咱若要去别个国家，咱一定爱去申请签证，有摕到这个签证，你才会当看护照，去到伊海关的时候，伊验证哦，啊，你伫我咧派驻伫外口的领事馆，啊、哦，大使馆做签的 ，OK。也这样会立吧？啊，那无原籍遣返，你那无签证哈、哦。所以，但是流氓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我、哦、你注意握有是非拥有，握有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这个握有，啊、哦，就我讲的比例就讲，刚才你看路人一对情侣手牵手握有，不代表互相拥有呐。查甫的不一定要给娶，查甫的嘛不一定要给你，哦，迄干那男女朋友呢？握有台湾的主权被美国握有，干那关征第二美国手里，但是所有关征顶管的名还佫是日本天皇的，无过号，无过名，哦，所以即马就是因为即个做战争在日本战败，日本天皇又出文兵，把台湾佮偏为主权。底下伫美国手里，你等你爱摕钱来赎回去，或者战争债，好无？我美军的航空母舰军舰，去互你的神龙特工队轰沉落，好无？啊，无人机互你拍灾落啊！啊，我美军、美国大兵死遐济，你敢免赔？爱赔啊！即嘛，甲这两块土地租款能底下伫美国手里，等一天像琉球同款，琉球还完就是。琉球就是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的赔偌济钱，你才要把琉球还给我日本。美国才开$320,000,000，所以根据这个钱交了，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美国把琉球包括钓鱼台全部还给日本。所以李登辉在讲钓鱼台。日本的就对了，健康。中国人未见未少，以前拢无咧神经钓鱼台，钓鱼台台湾的无唔对，因为伫日本时代，大日本帝国的台湾的台北州、宜兰厅、头城管的，管这个钓鱼台，所以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但你莫袂记的。台湾钓鱼台是台湾的，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安尼钓鱼台算唔是日本的，古早就安尼啊，吼、哦。而且这钓鱼台嘛，唔是讲是根据什么下关条约摕到钓鱼台，迄伫下关条约进前，日本就把钓鱼台并入伊的领土啊。啊，迄阵大清也无反对，哦，全世界也无人反对，而且日本人。是苏联底下咧掠鱼啊，底下咧做迄个什么那茶鱼，哦，迄电烤烤的茶鱼，过去拢有相片。啊，是1960年代，佮发现讲钓鱼台附近有石油气，哦，即马来中华民国政府目睭也大锐起，阿强啊目睭也大锐起，啊，若较早无拢放点点，你万一叫阿你去阵嘛，你可能咧爆掉有无？好，好。那么，流氓政府海关都得握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所以美国人要入来台湾是 AIT 的官员去咧甲迎接甲验明的证件，哈，唔是中华民国海关咧验，因为中华民国伊的头家就是美国嘛，哈，好，那你讲。
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对吧？咱若回来到咱家门口，是不是锁匙夹咧，打开就要入去，敢得个门伫边仔咧？咱饲的迄只狗啊，狗狗啊，我要入去敢袂使？免问嘛，伊是偷鸡嘛，对不对？过来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一个空中的加油机 KC-135，佮降落伫松山台北松山机场，哈、哦。啊，这有一个内幕。迄阵记者伊个问 AIT 的官员讲：“啊，恁在这只这大只飞行机在松山机场要创啥 ？”AIT 的官员讲：“啊，阮内底有一个同事的红眼破病，我要用这只飞行机佮转去日本治疗。”骗笑的，啊！咱的台大医生拢袂晓医迄个婴儿，啊，脓肿啊拢袂晓吗？啊，为着一个红眼，着去塞几只只落只，迄外落只呢？惊死人个大只呢？吼、哦，重看看呢？敢若讲，咱的囡仔破病，啊，讲着爱叫只游览车甲载去病院，啊，着凊彩轿车就会使啊，哦，卸只救护车就啊，哦，着去塞个几只只大只。结果，伊就是要试，使这只飞行机油载甜甜作动的，要来试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世界歹降落的、歹起降的一个机场，你呐，盆地啊，你还飞伫迄个领口台地，啊，就随爱降落来。啊，你若停无好，爱阁重回雪山山脉，吼、哦，遐悬，你若袂好救，家就去龙山。用一只遮大只遮重，而且伊要降落的时，一般飞行机你要起飞还是降落，拢爱逆风，安尼会当增加阻力，会当要落来时刹车门刹样就冻掉，袂去弄到围墙啊。降落安尼起飞嘛，赶快，结果伊要落来顺风，伊就要伫上歹的状况下落来冻会掉袂，会弄到围墙啊，冲出跑道袂。因为你要顺风也该杀，或你冻袂掉，一直杀去。啊，起飞嘛，赶快，伊顺风起飞哦，顺风也该头壳起来，无让你爬起来，要让你飞袂赴准去龙山，安尼。伊伫遮严苛的条件，伊就咧掠这个参数。伫将来呐，台海发生战争，他们阿姨讲展开，美军若要伫足紧的速度，赶紧运上重型武器。电车啦、榴弹炮这些重型武器，哪要入来？爱用头拄个 C-130的运输机，你试看讲，遮重安尼挡会掉袂？飞会去袂？你掠这个参数啦，唔是真正讲要载红个啊！啊，好，过来，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美吉拉加斯规定，哈、啊，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压的方式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条就是大家咧讲的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好、哦，真侪人会讲哦，台湾关系法足重要，袂使甲撤换掉，吼、哦，袂使甲停止掉。大家都是拢在咧讲这条，其实唔是哈、哦。正刚咧报的台湾是。旧金山和平条，但是美国为着伊个利益，拢不爱讲旧金山和平条，更讲了讲台湾关系法。因为这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甲义务，啊、哦，伊有权利来保护台湾，啊、哦，冇义务，哈、哦，伊有权利占领台湾，伊就有义务爱来保护台湾。那看1996年，台海发生危机哈，美国随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迄阵是美国总统叫做克林顿哈，以依照台湾关系法有这个权力来派兵，有权派兵的好多啊。台湾关系法来说讲一条哈，因为迄阵潘明敏跟李登辉都在选总统，迄个第一届民选的好无？以前拢是国民大会代表在选。迄个是全民直选总统，阿强啊起批评，
因为你等于讲两国论，哈、哦，所以你看迄阵的朱镕基伫上海咧，伫中国迄边咧咧演讲咧骂骂台湾好，迄款咧张牙舞爪，迄款咧行，颠倒台湾人愈受气，个票投较济哦，你等于可以54%的得票率，第一届民选总统以后，你等于掉哈。那么，迄届阿公话气消一段，调讲要献给台湾人。高雄港五海甲基隆港五海设一个禁制区，所有船啊、飞机拢袂使经过遐，迄等于咧封锁台湾。因为咱台湾的进出口拢靠高雄甲基隆这两个港口。那么台湾的粮食，咱的自给率干那32%-34%，等于1/3呢，剩咧2%，66%，爱靠国外进口，因即马价值改变哦。吃米无吃遐济啊，所以咱的战备粮干来这样6个月呢，6个月后呢，把这战备粮吃完，咱台湾人本来一顿爱一天爱吃3顿，我按那1/3的粮食靠外国进口，无多进口哩吧，咱家己生产干来当剩吃一顿，吃一顿大概有两卡啊，吼，就看台湾人，有国民党加加无共同无像日本遐。较好的数据的是，台湾人可能为着粮食就家己内乱、家己内战啦。但是三一日，日本人排队咧领救咱的物资的是排队排到拢袂抢哈，拢袂插队。好，啊，这就是当时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克林顿总统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一个叫做尼米兹号，一个叫做独立号。好，来过台湾 ，OK。啊，你会当看讲，克林顿总统唔是笑诶，即要派迄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爱开足侪钱。啊，想来伊爱开，因为这是伊的职责，伊若无派兵来保护台湾，若唔得擦枪走火哟，真正台湾哟，阿公阿姐咪，克林顿失职，哎哟，国会个，好，谈何呢？过来，美国是中间人哈。台湾伫你当过总统，无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阿扁阿曼友，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哈。美国对台湾伫你当过说三道四，啥物代志拢美国说了算，哦，党代志拢美国要插。你来看2000年阿扁阿选了总统，伊5月20日要去你演讲，伊公事部伊没有，哈，这个公事部伊没有，根本就是要美国。操控指导，啊！你也想，我独排吼，阮只支持阿扁啊，选到总统，阮足欢喜的，规个心拢放落来，讲啊，台湾人出头天啊吼，咱家己的人咧做总统啊，安尼好啊。无疑个，阮去5月20日，去等要听阿扁啊演讲，欢喜个，阮只独排吼，那看，啊，他系拢甲你讲一个四不一没有，阮大家拢倒向遐。有够失望啊！全世界无一个总统起来讲，我起来这无要做，那无要做，那无要做，啊，无是选你要创啥？人起来做总统，大家拢嘛讲，我起来要做啥？要做啥？好，百姓安尼丰衣足食哈，啊，六地拢饱饱，幸福快乐健康。结果跟你讲，四不一没有。啊，到底讲的是啥物物件？咱来看。第一，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两国论不入线哈。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不变更国号。不，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我阮只大炮够失望哈。第五，没有废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啊，所以，为啥哈？我甲请个讲。哦，美国有这有这个实力，会当操控台湾地理当局这个总统的吼，这个局长啊，好，好，再来看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先任流亡中华民国哈，爱准是用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哈，所以
以前的拢用，差不多拢台湾派任的哈。但是1979年，美国跟流氓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国会随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也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这个授权书。好，啊，你即马你甲想，是不是大概呢？中华民国咧选伊流氓总统啦，选到。拢来等白宫迄个贺电对无？那也免等这个英国的白金汉宫的贺电，哈、哦，免等法国的贺电，啊，就独独爱等美国的。这就是一个授权书，以前用派任的，比如你甲当作一个做大间的迄个数字店，来台美国的数字店来台湾开台湾分公司，较早的总经理，美国总公司直接派的。等于予伊派令，即马予恁台湾的员工，甲你选总经理，第一届选到李登辉，第二届选到阿扁啊，哦，啊即马选到马英九，选到拢来当美国的白宫的贺电哇，安尼就知影讲谁是老大，好、哦，那么而且。台湾管治法在刚才讲讲，说台湾治理当局未使阁讲中华民国，美国的国务院统领所有的驻外使馆、哦领事馆，未使跟中华民国的官员做伙开会、做伙食饭，安尼。好，但是流亡中华民国的这个流亡政府嘛，继续咧统治台湾，无论咱选的台湾人的阿扁啊，还是李登辉，拢是。因是中华民国总统，唔是台湾总统，搞爱搞清楚，这点台湾人拢误会，唔是台湾人去咧做总统，叫做台湾总统，唔是。你啊，台湾总统是台湾国会顶选台湾总统，阿扁啊，甲李登辉所选的拢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哦，唔是台湾总统。好，过来2008年，你这玉山四号兵推。阿扁也邀请马英九，迄阵马英九选掉，还未就任，哈、哦，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迄阵的处长叫杨树林，跟美军的官员，人因就先坐云豹甲车，入去红山指挥所观察。红山指挥所是上关卡的一个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迄个军事一个指挥所，哈、哦，地下碉堡，这机密的所在，而且你咧。正经兵推，即干那咧作战，那会当随便让外国的军人、军官入去？迄个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唔是你来甲自己改掉。美军官员跟这个杨助理坐云豹甲车入去红山指挥所，甲观察你啊，改做视察，安尼就足清楚啊。因是咧视察指导啦，看你兵推推了好势无，反正知嘛。以及上级指导单位，好 ，OK， 好，过来，迄个美国下令多少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好来你看，这舰家，较早舰家这种有一个大国有无？前两百国有拢有大里只，起码拢有美国个叫个副调呀，啊、哦，这嘛是啊、哦，这种依稀还可见，这直升机舰嘛依稀可见，啊、哦，啊，这是啥物原因？因为。美国伊甲你讲诶，因为国务院甲你讲，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哪三个要件来？第一，毋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后来你来看，宾拉登毋是国家，但是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诶回教诶激进教义来吸引人来加入伊诶开打组织，是吧？来做恐怖诶行动。所以有美国国务院讲，哪有这三个，就是恐怖组织。啊！你甲中华民国甲斗去，作下输。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哦，伊即卖是一个流氓政府。中华民国有武器，搁你美国卖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朋友，这征兵叫咱台湾人去替伊做兵有无？哦，啊，怕了吧吧，所以是恐怖组织，无唔对。啊，咱秘书长就甲美国讲，你若个叫卖中华民国武器，我甲你告。啊！而且你看，你的你跟你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中华民国拢是啊，所以美国惊了，唔好讲叫中华民国遐武器拢来付，遐国会拢来付掉，好。
好。这个2011年这个国防都新闻这个期刊哦报了哈。阿扁啊，伫要热热临前一两个月下令试射一个中程飞弹，遂引起美方的关切。一名国防院的官员遂派遂走来台湾，公布查证。哈、哦，好，这是照原文刊登了哈、哦，这不是台湾的公布，这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公布了哈、哦。好，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试射飞弹关切哈。哦美国驻京的国防医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看伊有试射飞弹无？蔡明正讲有，干那试射呢，还袂正式生产。当时伊甲保证讲，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这个矛盾啊，哦，真正矛跟盾。啊，你干那讲一支长矛无甲尖尖金丝丝？啊！你台底下讲，无我这无要杀人，我这是咧摆好看诶，安尼，这矛盾吼、哦。啊，是安那着爱去甲美国保证讲，我无要共攻击，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卫啊！啊，你去讲先自断手脚，先讲先甲你骹手拢拔起来。啊，讲我干那防卫又不是攻击，啊，这然后伊有这权利来甲你管这個。啊，伊是美国占领军的老大哥嘛，哦，啊，咱被占领，所以爱听伊的。好，啊，咱来看，迄个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足趣味，你这三个你甲加起来拄好大日本帝国。好，啊，咱来看伊管制啥物内容。好来，第一，飞弹的射程；第二，核武研制。第三，战争的时阵的军事指挥权，而咱一个一个来讲，飞弹射程啊，以韩国做例，韩国以前美国敢那可以这样发展300公里的这个飞弹呢？啊，即嘛哦，两年前开放给韩国讲，你会这样做800公里的，但是你若800公里的射程呢，你的弹头敢那会这样300公斤呢？哦，迄粒弹头。啊，你若做较短，做500公里，你的弹头会当做较大粒，会当载500公斤的弹头，安尼。所以这飞弹要射往美国啊，甲你控制掉。所以头拄啊，阿扁啊咧试射飞弹，中程飞弹，迄1000公里以上呢，美国就随出来来咧动啊，哦，来咧调查。其实拢偷偷啊咧发展，吼、哦，咱嘛有迄头有2000公里的，但是迄粒咧试射，无久咱个海研五号个迄只船啊有无？伫澎湖莫名其妙触礁船沉落。迄只船啊，做船啊个部分头开15个，但是你知影顶悬个军事即个雷达即个测试仪器，差不多45亿，那么3倍计较。怀疑迄个阿强啊，特战人员甲破坏。他点袂，吼，因为咱要试射长程飞弹，要有终端的监测的所在，看伊弹道飞行的姿态。啊，咱过去为满洲吼，恒春的满洲迄个基地射出去了，有绿岛这个观测站，啊，过就无啊，所以就要派海研五号塞伫个。上尾啊，差不多1500公里的远遐，要接收伊的迄个飞弹的测试的这个参数，结果咱迄只海鹰五号用破坏点伊，吼、哦，所以这对咱的飞弹的研究有真大的阻碍，吼、哦。好，过来看核武研制，啊，你甲注意看，这三个拄啊拢有能力做飞弹，无做这个原子弹。只是因为拢迄个美国控制掉咧，蒋介石口口声声讲无要发展核子武器，但是苏哈伫中山两大即中山科学研究院，吼、哦，啊加即个清华大学拢有
核子反应炉咧，个核研所专门咧研究关注段，拢秘密咧研究。结果1982年的时阵，核研在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副那个核研所副所长叫做张献立，叛逃无。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去美国吸收做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所以伊这个副所长收集足多蒋经国偷偷啊咧发展核子武器的这资料。伫武器核子武器特别先攻进前，张先生甲这资料看了好些，吼、哦，伫美国情报中央情报局的掩护安排之下，去到美国。把这资料提给因这个情报，对因这个 CIA 的一个研判，无一礼拜，美国就直接会当讲亲门大户，无人机飞入来，车直接塞到中山科学研究院，直接去把遐核武器的研究的设备拆掉，仪器设备拆掉，核子反应炉后壁随往那对一只南亚空车来。阿门陀把你灌浆，把你封起来。伊凭啥有这款能力，有这款资格，会当把咱封咱的这个科学研究单位？而且中华民国，迄是中山科学研究，迄是咱军方足重要的科研单位。安尼，予伊长驱直入，无法度甲动。大家目睭金金看仪器设备又拆掉，装箱装几啊大箱安尼，车载走。伊那唔敢去甲伊朗，伊朗嘛咧核发展核武器，得一个甲咪谈判七八年，哦，甲差不多正十公斤，甲签一个协议，讲伊朗同意停止发展核能的这个研究，好、哦，那唔去拆北韩的这个核子武器，因为迄两个所在拢是主权独立国家，唔是被军事占领，唔是像台湾被美国军事占领。所以美军正讲是台湾这块土地老大哥，伊什么时阵要入来，什么时阵要出去，拢伊家己决定。好，好，过来看军事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本来跟美国有协定，韩国韩美联军吼，平常时是韩国的指挥官咧，指挥部队。副指挥官是美军，但是呐战争的时阵是美军起来咧指挥部队啊。那南北韩战争的时候，那么因原来协议讲伫2014年，美国要把战争时间的军事指挥权要交还予韩国军，结果2012年才发生因一个天安舰莫名其妙崩一点，韩国军。准要求甲美国要求，你暂时卖遐早甲战争的指挥权交我韩国军，哦，佮继续那战争时阵，还佮予你美军来领导来指挥安尼，哦。那么台湾呢？那伫美国的响应就是讲，中华民国即嘛，哦，这个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裁撤，干那剩指挥部呢？啊，司令部无去啊。剩指挥部，什么人要发号施令？由美国太平洋哦总司令部伫迄个夏威夷，由伊直接掌控。哦，而且因个想定就是讲，万一阿强啊打台湾，中华民国的空军的优势也无啊，海优也无啊，吼，空优海优拢无啊。阿强啊要登陆啊！那么美国的想定就讲，要求中华民国的部队为西部沿海拢往内撤10公里，进攻，包括平民百姓，要从哪？和美军我直接出动，我出来要轰炸，要扫射，卡袂甲你误伤友军安尼意思，哈，这是美国的想定。所以战争将来，大汉啊战争是嘛是美国的指挥，哈 ，OK， 啊一个。家己个国家个部队，别个国家咧指挥，啊，你着知影啥物人是头家吧？哦，好，过来，先啊，阿强啊，拍金门古林头战役会拍败，迄个较奇怪。
过去国共内战建巴了嘛，拢阿强拢嘛赢。啊，迄阵因个常胜阿强啊，常胜将军一个叫叶飞，伊来到厦门集结部队，要来摕金门，认为讲像咧摕刀顶泥杆，因为过去呐枪声讲我要拍对了，遐个国民党军就先就落跑，就进空啊，所以拢无啥会无啥真正会战着。唔知影来拍古林头战役，去食落鸡，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因为指挥官换人，兵啊嘛换台湾军。你迄阵孙立人伫红山吼，有训练一师的台湾兵，啊，这台湾兵还佫有日本精神，还佫有足有士气。伊讲要为了要过台湾的舰船，啊来金门支援。所以日本政也要做，但是迄阵伫金门遐老乌啊，迄种常败兵啊，常败将军带常败兵啊，因若做到小阵，因就袂走来到金门，袂走来到台湾，对不对？所以侯伯村迄阵伫金门，伊迄阵还要做唔来排长啊，连长呢？哦，即马安尼，欠寡寡讲因拍古林头战役拍赢，袂见袂少。迄阵的指挥官是换做日本的将军，吼、哦，叫做根本博将军呐，吼、哦。迄是迄当时伫东北，中国的东北，战迄、那个日本战败了，要撤退，照讲要撤退拢爱缴械，但是这个根本博将军袂瘾缴械，伊为内蒙古就开始战备。火上伊个日本的差不多四万几个老百姓，伊日本人去啊，移民去啊，吼去啊投资开工厂的吼，遐军工教人员安尼，甲不过一直后来到港口坐船啊，等于日本，吼、哦，所以迄阵伊下令，只要拿侵入战地，侵入伊个防线，苏联军迄阵苏联军啦吼，甲阿强啊，共军，伊拢格杀勿论。开明战，哦，所以一直战，一直撤退，一直战，撤退到江边，把这日本的这民众给护送回去。那么，伊跟阿强啊，做战斗的这个经验，所以蒋介石就知影讲，伊若阁靠伊这黄埔军校这军官啊，一定输的，因为黄埔军校是苏联开钱，嘛提供武器和设立的，所以黄埔军校内底。校长是蒋介石，教务长是周恩来，所以因二个技术、战略、战术拢差不多。所以你国民党有啥物部啊，阿强我拢嘛知。所以蒋介石知影讲，我若过金门，若过收袂掉吼，啊台湾伊都安那收袂掉，所以伊换归去换指挥官，换台湾军。所以唔卡甲古林头收起來，古林头在那个拍赢，甲金门收起來，是安尼吼。所以袂见袂少，中国人袂见袂少，不止咧讲因古林头战役外英勇，笑死人。遐个老乌啊，拢秘伫碉堡内底皮皮出来，拢台湾军伫头前咧看面战呐，安在无？因台湾军无战败的，迄款迄个心理啦，我就是要战甲死。这就是日本精神。迄阵日本五十年伫台湾的教，甲咱的台湾的少年的迄款日本的武术的精神气势吼，拢还阁有吼。但即马无啊，即马拢全草莓。咁啊规定讲，温度32度都袂使伫太阳下出操。渐渐到规定讲，若32度，大家拢休困，等于吹冷气。笑话嘛吼。好，啊，这个是国共内战哦。你要注意哈，但是前啊阿强啊，敢拍金门妈祖，唔敢拍台湾甲平湖。你若真正要拍台湾，绝对爱先提平湖，因为平湖是原来算一个战略要地，但是足歹守的，哈。OK， 唔敢拍台湾甲平湖就是呐，你若拍了变国际战争啊，因为台湾甲平湖这是。大日本国个啊，啊，只有美军占领，你甲拍台湾朋友，等于跟美军宣战嘛。美国哪有可能讲
这块土地所宽敞地地下里我手里，啊，给你占去，敢会有可能袂使嘛？因为你有，你既然刚占领，你来负责这块土地国防安全，好、哦，比占领区的国防是爱占领军来负责，所以照讲咱是免做兵的呢，好、哦，咱嘛免武买武器，琉球美军占领，敢有叫琉球人去做美军？无啊。敢有叫琉球人爱买美国的武器？无啊，美军你爱负责。好，那么你看，蒋介石拢穿军装，你捌看到蒋介石穿西装无？应该唔捌嘛。蒋介石伫重要庆典会议，吼、哦，就职拢穿军装，伊家己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啊、哦，你来看，196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艾森豪。访问台湾，蒋介石去上人机顶甲用的，规个穿军装，啊，伊个头家穿西装，哦，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啊，伊拢是文人总统，哦，所以美国人的总统穿西装 ，OK， 你要看蒋介石穿西装有，就是1949年蒋介石去访问菲律宾，看迄阵的基里诺总统合影的时。因为穿西装去拍领骨带，好、哦，啊去迄个访问韩国李承晚总统嘛是，好、哦，拢穿西装。啊，咱为头多只来做一个小结论哈、哦。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哦。那么美国总统受国会法律的监督，法治国家拢以立法、行政和司法。中华民国拢甲行政摆头，行政、立法、司法，是吧？拢行政摆第。其实美国立法拢摆了，你爱依国会所立的法来依法行事。啊，你若无依法行事，后壁有法院甲国会咧甲你监督，吼、哦。好，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啊，就敢若独独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你若无多。咱自古早读的册。遐教科书就是毒化教育，哦，就是咧甲咱洗脑，咧去台湾化、去日本化，所谓日本的建筑差不多讲了了呀。你现在要看到日本的厝、日本的宿舍少啊，剩总统府，哦，剩这个监察院这款的，全部几个。日本的神社啊，还讲了了呀，剩汤要一座，哦。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要搁咧管辖、占领台湾中，哈、哦。那么你也讲，拢无看到美军，无美军拢即马拢改穿便服，因为迄阵1979年要跟阿强啊建交，都有协调好势啊，讲袂使搁有美军伫台湾。啊，美国伊就叫这些军人，这些军人伫重要的雷达站、监听站。好、哦，阿个潜伏伫这个民间哈，阿拢穿便服，所以你看无美军嘛，你无看到迄个正港穿军装的美国人无。好、哦，美国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占领中啊、哦，只是伊尽量要模糊台湾地位，已经隐藏起来对吧？哈、哦。过来，咱来参考其他的国家因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一个参考。好，来古巴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建交，好啊，西班牙建书，所以伫巴黎签一个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这跟台湾该同款，台湾嘛是被放弃，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美国。那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5月20日独立。好，好，过来看。古巴跟台湾的境遇来做一个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到即马台湾地位未定，哈、哦。那么原因是古巴是原来西班牙的殖民地，敢若有殖民地较有资格独立。那么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独立袂出去。所以美国一直反对台湾独立，就是原因是这，这块土地毋是无主的土地，这块土地有主人。只是伊家主权暂时底下伫美国手里，咧等你提钱来甲这个战争再行掉，
来签一个像类似琉球返还或者台湾返还。好，好，再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嘛是因为美斯战争的巴黎合约，好，美国为西班牙合法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反抗军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有非独。好，那么这由这反抗军不惜去骚扰美军，去攻击美军，啊，美军就派兵去甲追剿，但是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啊，较大2000几个，啊，你甲拍这，伊甲你拍就走去迄个岛，啊，你甲照个岛，伊阁走迄个岛。哦，美国头壳冒咧烧，我啊来来来，你来协商啦，你阁我管十档啦，啊，这十档哦，互恁自治啦，吼、哦。啊，但是这个十档中间，伫1941年日军的攻占马尼拉，啊，麦克阿瑟一直伫遐做总司令，所以麦克阿瑟甲菲律宾的总统一直做为撤退去澳洲，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即世人上闹鬼、上无民主的，就是伊菲律宾收无掉，啊，3个月落去，有日本军甲占了。啊，为咱台湾高屏地区，包括台南，伊临时轰炸迄个飞行机、战斗机，直接飞到迄个克拉克空军，甲美国的大部分的飞行机拢炸坏，所以取得空优。过来登陆战的时候，咱的。台湾的高沙义勇军真正有厉害，丛林的作战哈，拢靠咱这个高沙义勇军，因而且讲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干那一支反倒都作兵的，吼，啊，因为菲律宾嘛作弱啊，啊，日本军因是较温带的所在，来到较弱的所在哦，拢全被适应。那么美军那个基地是三面环海，后壁高山。美国的想象无可能，威胁悬的山有人会威胁落来甲攻击，就是咱高沙义勇军有去款能力。走山路，敢那咧行平路咧，吼，啊，佫无声，因拢无穿鞋啊，啊，免甚物后勤补给队了，别免，因就地取材。有野兽的做陷阱掠野兽食，啊，若无，啥物款的鱼啊、心会当食，根茎会当食，拢知影。所以为后壁偷袭落来吼，美军阵脚大乱，发规个输去，迄种掠到要2万的美军，迄种俘虏起来，迄就咱高沙义勇军的功劳哈。好，立陶宛建国模式，时间未有完嘞，我直接甲跳过去吧。不讲完，好，立陶宛你家了哈，啊，这里的莫斯科一家，下卡是白俄罗斯、乌克兰一家，哈，立陶宛三角国就是拉脱，那个波罗的海三角国就是立陶宛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这拢伫这个第二次战后，到迄个苏联军甲占领哈，和并吞，但是1990年三月在，因的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但是这有遵守无？诶，国际社会拢咧观望，你唔知咧算真啊算假。但是立陶宛的国民，因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和迄个选举投票率低到30%，所以全世界就知影讲，无必承认苏联合法统治这个立陶宛这个合法性哈、哦。那么伫1991年哈，到尾其他因完成独立公投。苏联看大势已去，仍率先成立。哦，咱得让为立陶宛抵制苏联军政府所办的选举的旗来看，讲咱咧参加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国级选举投票效果。你甲想，咱若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到投票所，你要甲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你已经承认你是中国人啊，你唔该得。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迄个领选票，搁伫自由意志之下秘密投票，搁选出2008年，你看，咱选出一个通牌马英九，搁输，相当于输了要200万票。2012年，港这个模式，咱搁选一个通牌马英九，小英输80万票。
你甲想，安尼你就知影讲，全世界都拢认为讲，恁台湾人就是要跟阿公啊，要合并的嘛，你要互统一的啊，这就作孽啦嘞，吼，对不？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爱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各级选举，愈去甲选，投票率愈悬，结果选着拢通牌。诶，咱的投票率拢头，那总统大选拢头75%上下呢，拢足悬的，伫全世界拢足悬的。恁大部分人拢去参加选举，佮大部分人拢同意买号通牌慢救，对，安尼全世界就认为讲。你若有阿公阿并吞，有统一都好呢。好，琉球反而模式，这是头拄好讲过啦哈。那么琉球伫1972年还原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出国。迄阵琉球被美军占领，已经算日本的境外啊。所以你若要出国，唔是摕日本发的护照，只爱摕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这样呢等于 passport 哈，就是日本啊旅行证明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啊。好，那么将来咱台湾民政府接证款了，咱嘛会摕类似这款的啊，这旅行证件啊 ，travel document， 这是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哈，类似这本，是不是安尼？不一定哈。好，你注意嘛，伊这个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甲琉球甲钓鱼台向我日本属南洋岛无办公岛，注意，所以介只独派拢讲啊，这都经过办公岛，所以同意要去登去日本的，无这件代志，无这个文献啊，迄凭空捏造的。人有签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6月17日签好，到过年的5月15日才真正返还。好，那么迄当时琉球伫美军占领的指挥结构哈，这是战后回归了解密的一挂资料，琉球的专家学者所整理出来哈。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的美国政府哈，下卡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甲民政府，依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和因琉球人民甲你组成的琉球政府来管冲绳的住民。啊，你共款，你那个伊都当民政府哈，美国政府下卡的国防部，美国军政府甲民台湾民政府。靠资格来下命令、下指示，予台湾政府。像咱这个民，较早爱挂符，将来这个民会提掉，吼，会变作台湾政府，吼，下令予台湾政府来管下卡的台湾甲澎湖的住民，安尼。好，好。所以咱啊，2008年甲2012年。好，迄两届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呢。所以，前下美国一直咧动，无要阿扁啊办公投，就是咧防止这。好，因为你若选的结果变作统派的台湾，佮有中国甲你合法并吞，好，啊，这伫国际法是合法有可能的。到时美日恐怕美日安保条约嘛很难干涉插手啊。爱尊重恁台湾人民主的选择啊，恁投票的结果啊，你要我看阿强啊统，阿强啊派兵解放军入来，美日安保条约唔代表呐，因为伊会师出无名，会软手啊，我是要尊重恁的意思，还是要遵照迄个国际战争法，我是占领军，我爱保护占领土地安全，会怀疑呢，好，啊有可能台湾的怎啊呢？轮着勇士号者，那战略也是好阿强啊，管嘛是，吼、哦，咱用个自由管是啊。即马总统你随时拢会点干咩？哦，讲到总统，我来讲马英九的故事。马英九
做个拢是对的，啊，该去一个养猪的农场拢是对，啊，透早起来就招主人讲，啊，主人你做头前带阮来参观你的农场，啊，主人讲，嘛，总统你行头前啦，因为伊拢饲猪、饲鸡、饲鸭吼，啊，平常时赶猪啊、赶鸡啊、赶鸡啊，伊甲总统慢叫，甲因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卡关机给你精神后边啦，啊，马啊，马甲鹰啊，甲狗都拢精神。啊，即马中道主人嘛办一块地做菜草，啊，伊家己饲个咧，无煮抗生素个鸡啊，炖只鸡啊，炖甲烂烂，慢叫硬着迄个鸡卡。哦，诶，中国人就做个用文字。游戏讲哦，这个凤爪好，鸡卡了鸡卡，讲个好听凤爪，啊，佮捏一支讲要予主人，啊，主人讲哦，不过总统，阮无咧食鸡卡啦，阮拢留予狗食啦，安尼，哦，这个小见的对。好，啊，你咁，这七年外来，恁过得好无？何曼人叫统治有过得好无？大部分拢歹吼，拢讲哦。薪水倒退十几档吼，这个这有原因嘛吼，啊，讲一个故事，伫美国咧开一个外科显微手术的这个国际会议，啊，下晡时啊下午茶时间吼，啊有三个医生伫坐人开讲，一个美国，一个日本，啊一个台湾，啊这日本这医生就先出来臭屁。讲，阮十年前，阮一个五岁个囡仔，伫即个捷运吼，啊，摔落下骹迄个捷运个车搞过，双手搞到脆骨骨，啊，阮用显微手术甲接无好。结果十年后，伊参加世界少年钢琴比赛，伊得第一名，啊，表示接了足好个。我嘛，美国即个就往那起来插袂。啊，阮十年前，我嘛有一个十岁少年囡仔，迄个车。弄一个吼，脚拢脆啊，到底拢脆去。啊，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哩吼。十年后，伊参加奥运比赛得冠军，哦，奥运比赛招标讲得冠，啊，表示嘛接了足好个。啊，你话单看台湾这医生要怎臭个？台湾这医生讲，嗯，人阮二十年前，阮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人，嘛车弄一个头壳破，脑就拢喷出去。我用 DNA 脑甲移植里面吼，即马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所以无怪咱即马前我败嘛。用 DNA 咧治国，连陆良是啥人唔知道？讲陆良叫做陆爱健康某，哇，实在哦，有够无常识嘅吼。啊，有影呢，人伊即马用某咧治国咧，有无？即卖行政院长一派叫做毛志国咧，哦对吧？啊，较早我会记阮读咱读国校啊吼，我这年龄诶，迄国校围墙拢会写反攻抗俄有无？杀猪拔毛有无？即卖真正爱杀猪拔毛，因为国民党诶主席叫做朱立伦，即卖行政院长叫做毛志国，真正杀猪拔毛吼。题外话哈，来。那么，如果台湾独立建国，爱负什么责任，加什么风险？哦，第台湾人爱家己纳税金，台湾人家己爱做兵来顾台湾，要顾台湾爱武器，家己爱去买武器，爱发展武器，哈、哦。而且伫阿伯加入联合国，爱家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义务、无法律来替你出兵，来家己干涉。啊，这真惨哦！啊，咱来以东帝汶独立建国做例，哈、哦。东帝汶独立建国，东帝汶是啥？爱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哈、哦。跟咱台湾个同款，边后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好，你看嘛，东帝汶1975年，1975年11月哈、哦，为葡萄牙独立变做一个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阿美夫加入联合国。到刚好马上又印尼那个入侵，
变成一个印尼的当地文省。这二十年的统独的抗争，差不多40,000-50,000人。好，那么1999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全民公投，当然大多数当地人同意为印尼独立出来。好，但是不到一个月，哈，印尼经过台当地人差不多4000个，并摧毁当地人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造成到今仔日，当地人是世界上散食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爱靠外国援助，安尼就惨啊！含乞食国差不多哈。所以这敢是咱要爱独立的结果？唔是吧？哈，好。那么在美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哈，咱来做一个比较，一海之隔，以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做比较。也看灰色的这种墨西哥州，墨西哥国啊，这个红的这个墨西哥州，这又美国占领了哈，以前。那么，到今麦变做美国的一州，那么墨西哥国的人拢为着要偷渡过那边，因为那边较民主自由啊，也有人权啊，经济发展也好，要吃头路较有钱赚。啊，伫墨西哥国这边歹趁食，所以足侪人拢要偷渡过，有美国政府所管的墨西哥州。好，啊，这个边边，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边界，啊，你这两个国家最近拢差不多平好，啊，拢民主自由、法治、重人权的国家，所以你真少听下就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人要偷渡来这，哦，无这个情形，除非讲你作奸犯科了哈。好，过来看，台海这两边，这个红色中国，跟绿色这个，在美国军政府下卡的这个台湾，一海之隔，结果，阿公这边的人，足侪拢要偷渡来台湾，因为台湾好趁食，哈，20几年迄阵，所以。起码和美军占领这边较好，然后共军占领咱就惨嘛，吼。OK， 好，咱也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互咱自治。第一，咱免税，咱的物件要外销美国免税，吼，所以外销就加做好做，嘛免做兵，吼，嘛免买武器，吼，因为台湾的国防甲军队爱美国爱负责，想甲你搞占领，吼。咱剩下来国王经费，会将来建设台湾，哦，变成东方的瑞士国，吼，啊，这是咱的理想，哈 ，OK， 好，好，过来，咱来探讨讲，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啊，是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分帖，哈，以台湾名来申请加入联合国，你看哈，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哈，你若不是国家，拢袂使加入。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即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标准，四个，咱来看：爱有人口，爱有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官。台湾国敢有人口？歹势，咱即马退身份证拢叫做中华民国，吼、哦，所以台湾国无人，吼、哦，无法理上的人口了，吼、哦。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嘛无领土，即马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叫做台湾国政府，唔是。即马有含22个小朋友的国家有邦交的，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提钱去跟欧西较签的有外交官，唔是你台湾国派你的外交官去跟他们签的，所以台湾国即四样拢无，所以台湾唔是国家。个中华民国嘛是，唔是国家啦哈。那么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是日属美，但好像都要讲的。好，台湾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卡苏那台湾，你注意用，哎，注意用，我是讲卡苏台湾，若要建国，爱有五个按照国际法理的步骤。好，来，咱来看，第一，爱要求邀请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把国民党的政权给终结，把这政权移转给我们台湾民政府来，给我们台湾人自治，自己管自己。再来，
一段时间稳定了，咱爱个台湾反乱，吼、哦，爱邀请爱请咱的母国，甲台湾的战争债爱行掉，签一个台湾反乱协定，哈、啊，像琉球反乱协定同款，较等于日本母国，哈、啊。那么而且将来爱个要求日本的母国的参众议院来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哈、啊。有这个法院了，咱才会当来公办台湾公道，将来未来要继续留在日本大日本内底，还是台湾要跟你独立，还是要台湾要跟日本是一个邦联，哈、哦，像这个大英国是安尼吼邦联，甚至要做一个中立国，跟中国等距，跟日本、跟美国拢等距外交安尼，啊，这是爱按照这个国际法理的程序一步一步来哦。这要做到这，可能五十冬看做会到未？嗯，你来到这自治，起码要到二十冬，把台湾的人的头壳拢变正常了。因为咱即卖台湾人的头壳拢无正常，拢要中国放毒放入来底，哈、哦。好。那么，即卖台湾的独派，对我较早，阮就是伫遮啦。阮伫遮就要讲跳来台湾公道啊，啊，拢无要插。国际法律啦，从这四五个步骤拢无，直接伫美军阿袂入来进行，咱即马伫遮，直接就讲要讲办台湾公投啊！你凭啥？这块土地毋是无主的啊！这块土地顶原阁有两个主人，第一有所有权人的名，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第二有这个债权的美国，啊、哦，所有权人第二手呢？你无提钱来赎回去，你就要甲。这块土地要甲独立归队去，哦，所以台湾人无理，无要管国际法律，无理取闹，啊、哦，这点咱台湾人爱检讨，啊、哦，好，过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啊，咱来看，1971年10月2日，联合国的2500号决议文，好、哦，伊讲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伊的政务。也代表是中国伫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代表位于伫联合国的组织，甲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什么人又驱逐出去？蒋介石的代表唔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中华民国要伫联合国内底呢。好、哦，只是你主要看。你那个倒啊！伊啊名牌拢要滴咧，只是伊啊换人坐，即马换啥物人咧坐？毛泽东派去的代表，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派的代表，这个 China， 无论你啥物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好，伊的名牌拢叫做 China， 所以 China 无离开，只是这个代表换人，以前是蒋介石的代表派去底下坐，希望驱逐出去，即马换。阿强啊，派代表来遮坐，吼、哦。所以阿扁也是讲，我无要跟你抢这条刀啊，甲伊啊，我甲你做一个台湾刀啊，台湾伊啊，我坐到你的边啊。但是因为你唔是国家，所以阿扁啊派人送申请的文件入去，联合国秘书处连看都无看，退惊。你刀也唔是国家，就敢那讲改成。一只狗，你用那个洗身躯洗好清气，啊，西装甲穿个呢，过来拍手牵个，讲来，我带你来火证事务所签身份证。伊都要唔是，还袂进化做人嘛，所以无可能获你身份证。啊，你唔是国家，你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好、哦，啊，解读 China 就做瓷器啦，哈、哦。啊，那日本甲英语讲支那，啊，中国哪听了支那就起动啊，就受气啊，莫名其妙。啊！那台语讲都菜呐，哈、啊！这么讲哪边可以吃就吃哪，哦，是呐。卡在拢讲食国民党的，哈、啊，因为共产党食共产的，哈、啊，好、啊。这么讲对了，杜庚来拆对了，哈、啊，官商勾结，他们更用来搞个靠金蛋的菜呐。啊，讲哪边有钱拿哦，到哪边去啊呢？国民党来台湾。陈宇咧讲，演讲讲，阮无咧收红包，恁台湾人唔知啥物叫做红包。
叫因家己穿中山装来吼，遮袋啊，遮袋啊，遮袋啊，即下骹即两个袋啊，佫会伸缩，会当放大，拢要提钱，好无？结果咱台湾人去公家机关办代志，拢办袂过，尾啊，讲啊，你落来得爱洗红包，爱洗钱，哦，记落吹通个，大家有迄阵较知影讲红包就是安尼来，但红包好用吼。哦所以用中华民国名义要创联合国，伫国际法的定义，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就死啊，无死的人免呾代表中国吼。敢若像金门马祖这一个参与国家，死蛇活尾流吼。所以中华民国已经死啊，无法度阁还联嘛吼。啊，台湾国还袂出世，免呾入联哦。所以一个已经死啊，一个还袂出世。OK， 好。这个上尾我来讲一个三个小的这个伫精神。避免他们这个医生的这个 case 哈，这里三个精神病的一个病患啊，每三个医生拢会阁叫伊出来面谈，看有较好无？那好会当互因处理。所以叫来了坐好了，伊讲啊，医生就讲啊，恁三个拢好啊。医生伫壁画一个门，画一个门把，啊，恁好会当阁遐处理。啊，今仔两个冲来就抢迄个门把，讲要处理。医生。看到啊，这还阁掠灯关，啊无药爱换，啊无都还阁药啊加，食一粒无啊爱加，下一粒。啊，另外迄个老人在在笑眯眯，嗯，啊医生嗯啊这里好哦，这里好来款。啊，你来不爱处理？啊，迄个人过来讲，嗯，啊，迄两个笑的，啊，锁匙哩，我这无来搞，摕锁匙变哪处理？我啊，这里阁卡食啦。我说啊，这里。这个够嗨，本来医生期望很高，医生给你吓得很严重哈。好，啊，咱来检讨这三个，这三个是咪拢无承认伊家己有病，拢认为伊好啊。好 ，OK， 好。头前迄两个冲去开门的吼，迄是无台湾意识，吼，无独立思考能力，无党无派，牙香对白迄款人讲，啊，遐门位啊出去，伊就真正啊无思考就撞来要出去啊。啊！即国民党甲咱训练，咱台湾人拢变做即款嘞，大部分拢变即款。因为咱较早考试拢有标准答案，拢爱伊个标准的教科书。那填充题三字就爱三字，你若写四字唔对，写两字也唔对，吼、哦，一定爱写个堪比拢麻麻。所以咱头壳要定个死死死，咱袂晓独立思考。大行咱拢咧当上级指导员，下命令的哦，依照命令行事，你袂家己去想。好、哦，而且台湾人。无独立思考能力啊！好，第三个是独派人士，都像我较早安尼啦，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的建国钥匙。啊，民进党都阮上大党，啊，恁台湾民政府才几万个尔，啊，阮党员三四十万人，你无来甲阮民进党，要安怎赢得国民党？哦，所以要安怎建国，锁匙伫阮民进党手里安尼。所以结果。你若论述唔对，法理的认识呐唔对，你弘扬错的，你讲要去北极，啊你个翁西，你赤道行来行去拢是赤道，好，弘扬呐唔对拢唔对的哈，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好，多谢各位，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向各位报告。